沙鹿区大龙街市场，两名疑犯未戴口罩，本分局虽未接获民众报案，但以网络巡逻发现民众贴文后，立即派员前往了解。于10:45在沙鹿区大龙街与新生街口发现疑犯等未戴口罩，当场收集相关证据后，举发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通知单，已请相关单位予以采访。